怎么样啊？出来吧，奥特兄弟，你们就看着他死吧，胆小鬼们！哥哥，哥哥，快来帮帮我！啊！奥特兄弟，都出来吧！哥哥，帮帮我，哥哥！啊，你们在哪里呀？啊，哥哥在哪里呀？啊，你们快出来呀！啊，哥哥！啊！Z 特队员们实际上没有死。只是被奥特兄弟借去了身体，可是沙织、剑衣、英衣他们不知道实情，就连光太郎也被蒙了。不要哭，姐姐，不要哭了。